discount， show cash， 一次付清 ，OK？ 大师哥，你看我现在穷成这样，我怎么可能一次还清啊？你不是很糟吗？不是你帮你妈、啊弟弟、啊 Candy、啊妹、啊 Kitty 欠的钱你全扛吗？你今天还不出钱，就留下一只手。老弟，你很嚣张。哪个道上的？你什么东西？你说我疯，我又不疯。墙里台风刮大风，左边是什么？你又是假的。Calm down, man, calm down。你真姓大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告诉你，这混蛋也是多余。去问问你家老大，有没有听我下山报？因为背负命案逃往巴西的下山豹，终于在30年后重新回到了香港油麻地。然而这里却早已经物是人非，就连他照顾的厂子都已经变成了麦当劳。正当他一脸错愕，准备先找个地方落脚之时，一个小混混却突然冲进一家书店，直接一刀砍向男子。只要你还是敢在地里摸女人，我就阉了你！没什么经验的小混混直接用书擦干血迹，接着便慌忙逃了出去。谁知却正好撞到了上楼的下山豹，不仅把自己的砍刀撞掉，就连下山豹的枪也被他撞了出来。就在气氛十分尴尬之际，一旁的女人连忙将掉落的刀枪捡起，并还给了一旁的下山豹，然后就赶紧拉着小混混逃走。而下山豹见状也立马追了上去。砍人的男子名为烟仔，虽然只是个不入流的小混混，但他却经常乐于助人，尤其是这种刚认识不久的女孩，似乎是被烟仔的义气所打动。下山豹一路尾随他来到一家餐厅，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好在下山豹及时出手帮他解围，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看中了烟仔的账，想让他帮自己除掉一个人。拜托你别耍我，你都几十岁了，别装杀手好不好？然而下一秒，下山豹就拉开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皮包。你想干掉谁呀、啊？下山豹想干掉的人名叫九纹龙，当年俩人情同兄弟，并称油麻地双辣，但不料九纹龙却在他背后捅刀子，不仅抢走了他最爱的女人，还设计迫使他流亡巴西。而他这次回来就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可如今早已经时过境迁，要找的30年前的江湖人物又谈何容易？两人几乎问遍了油麻地的场子，就连按摩的小妹都没有放过。谁啊？九重天加独龙钻，一起上800块，你们谁先来？我们是来找九纹龙的。毫无线索的俩人打算去茶餐厅碰碰运气，因为这里聚集着一帮只会吹牛的过气混混。不曾想，正当俩人竖着耳朵偷听时，油尖旺的唐把子三妹姐正好走了进来，而当初烟仔砍人的书店就是他照的场子。做贼心虚的烟仔见状赶紧溜了出去。为了挣钱还债，烟仔拉着下山豹从白天找到黄昏，可每当下山豹看到快要天黑时，就吵吵着要回家，无论他如何劝说也都无济于事。我是当你是杀手才答应帮你忙的，我自己也想混出点名堂，我也不想当一辈子的老腿，可是我真的搞不懂，我搞不懂你哪点像杀手。下山豹异常的举动让烟仔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因为这老小子不仅健忘，还天天半夜爬起来打拳。大吵一架的俩人不欢而散，下山豹只好一人前往 KTV 打探消息，不巧却正好被门口经过的大纪哥逮了个正着。我是 LA 回来的古惑仔， And I'll tell you what I know. You fuck with me in front of my boys and I'll cap your ass, bitch. Short ass, punk ass, cocksucking. 我也是巴西回来的，帽子巴勒姑，脖子呼勒夫，下山豹是吗？怎么下山的？爬给我看看，爬给我看看。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刚刚还威猛无比的下山豹瞬间就化身成了招财猫。岂料就在众人取笑他时，烟仔却直接冲了进来，一把将大纪哥制服后，拉着下山豹就往外逃命。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大纪哥，两人灵机一动藏进了后面的钢琴底下。这下不仅成功躲过了大纪哥的追捕，还顺便收获了一台免费的钢琴。可不料回家的路上却突然下起了暴雨，而这也为俩人创造了敞开心扉的机会。从小没有父亲的烟仔不觉得对下山豹生出了不一样的感情，尤其在他听完下山豹的经历后，更是愤愤不平的对天发誓：九纹龙那个混蛋抢你马子，我一定会帮你把他给找出来，割他的耳朵，剁他的手指，然后再慢慢的把他干掉。为此烟仔甚至不惜冒险来到当初砍人的书店，因为这里的书籍写的都是江湖义士，很有可能能找到九纹龙的消息。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随手翻开一本掉落的书中就记载着下山豹大战九纹龙的故事。而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烟仔很快便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兵哥，但不料事情的真相却跟下山豹所说的完全相反。想当年俩人都只是社团里的小喽啰，因为在外面结了不少的梁子，便准备在舞厅用单挑解决，不料下山豹打到一半就看到了那个让他惊为天人的女子。为了展现自己勇猛的一面，下山豹当即便发狂般的对着九纹龙一顿乱劈，然而他终究不是九纹龙的对手。为了在心上人面前找回面子，下山豹竟然在背后放冷枪偷袭。事后他因为害怕被抓，这才逃亡去了巴西，而九纹龙却因此受到大哥器重，靠着自己的打拼竟然混成了社团大佬。但不巧的是，前几天九纹龙出了车祸，至今还躺在医院昏迷不醒。回来后的烟仔当面质问下山豹，俩人虽然吵得不可开交，但烟仔还是将九纹龙的消息告诉了他。
夏山豹提着枪就去了医院，但他却并不是为了干掉九纹龙，而是想通过他找到当年的那个舞女。可是昏迷的九纹龙又怎么能够回忆？回到住处的夏山豹开始收拾行李，在离开前他不仅将那袋美金送给了烟仔，还特地给他留下了一段录像。原来他一直患有老年痴呆症，这次回来就是想趁自己还清醒时再看一眼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女人。他准备在见到她的时候自杀，这样就能永远记住心上人的样子。看完录像的烟仔大受感动，终于赶在他跳楼前将他给拦了下来。故事的最后，夏山豹已经连自己的名字都给忘了，但烟仔却始终在他的身边照顾着他。